猪油啊、脏污啊，以及长痘痘，简直是要崩溃。但是还好，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产品——黄金泡泡面膜，一直以来都是很抗拒去角质、磨砂这一类的产品。我的脸根本就没有办法擦，这黄金泡泡面膜的质地它是有一点像果冻透透的，然后涂上去完全不会刺激，也不会不舒服，反而很舒服，然后结果也有那个去角质的效果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才刚涂上去哦，它超级快就开始发泡，所以你动作一定要快。真的很疗愈，因为它发泡感觉就如同它在吃你的那些脏污，把它带走一样，啪啪啪啪啪，差不多了就可以把它。你像在那个雪地里玩雪天使那种感觉，哇！现在整个脸超舒服的，就有一种清透感。然后呢，脸感觉嫩嫩的。哇，我的毛孔变好小哦！洗之前摸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点颗粒感，而且有点粗粗的。就是一洗完之后不变细，而且摸不太到颗粒的感觉。虽然它清得很干净，但是你不会觉得皮肤很紧绷或是刺刺的感觉，完全都没有。然后呢，还是有那种光泽感，亮亮。我现在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擦哦，这真的是我用过最舒服的清洁洗面。如果你是夏天容易出油，或是要去一些很热的国家，然后呢就容易长那种粉刺、小小的那种痘痘的人，真的可以试试看，非常的好。